饿了吗？不饿啊。饿了，我们会请你吃饭。真的不饿。好吧。怎么了？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。什么？其实我是一个指甲刀人。那指甲刀人魔是干嘛的？是用指甲刀来杀人的连环杀手吗？不是啊，是我从小到大都不吃你们吃的那些东西，我只吃指甲刀，靠指甲刀来吸收营养。我们是一种特殊的人种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不吃，减肥。也是哦，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吃东西，你都说你在减肥。其实不是。对嘛，我也觉得你不用减肥啊。你干嘛？应该有啊。有什么？来，饿了就吃了吧。我不吃，你用过的。这样应该干净。我是相信你才告诉我的，你要是不信，就算了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事，我累了，你送我回家吧。
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是我不好，你这么信任我，还把你的秘密告诉我，我还对不起。指甲刀人魔这件事情，谁会信啊？我相信啊，因为我相信你。而且，做指甲刀人魔的男朋友也蛮酷的。你要不进来，我关门了。那你父母也吃指甲刀吗？不是啊，指甲刀人魔和遗传基因是没有关系的，就算家族里面没有这样的人种，我也可以随时变成指甲刀人魔的。所以你是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是指甲刀人魔？那你有被人发现过吗？有过一次，差一点。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爱吃指甲刀。